哟，钓了几条了？华姐钓了有多少个了？七八个了吧？钓了七八个。欢迎我华姐。呀，华姐好有气质啊，看起来。拉着鱼还装美货？拉着鱼还装美货？没货。贾玉，你不是学驴叫就松口吗？那是湖南的鳖。对，湖南的甲鱼学驴叫它松口啊，安徽的鱼得学狗叫。哎呦我去，看到这些啊，反正哈，我靠，那边哈，哇，厉害，来。这里来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怎么了？中货了，中货了，中货了，兄弟们，中货了！你看，把叶子都给拉动了，兄弟们啊，中货了啊！应该是中货了，兄弟们。哇，钓！钓这玩意用什么饵料啊？用的是猪肝的啊，用猪肝。猪肝可以，我靠，还可以，还不小啊，还挺大啊。哎呀，我操！蔫了，蔫了！快赶紧抢救啊！赶紧抢救，赶紧抢救，兄弟们，赶紧抢救啊！哇，得来抢救一下！我操！叶老蔫儿，快，这个能不能抢救活呀？哦，还在动，还在动。兄弟们，要吹一下，吹一下啊！我靠，要吹一下，兄弟，要吹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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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啊，吹一下！快，不知道能不能抢救活，兄弟们啊！哎呦我去！动了吗？动了一下，把针给它取出来抢救一下。我的乖乖了，看到没有？背包压住是吧？再吹一下，不知道能不能抢救过来，兄弟们，先给它心肺复苏一下啊！天气太热，它有点缺氧啊。抢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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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给他抢救一下啊！先把针给他取出来啊！背部是吧？哎，对。我靠！对不起，我们尽力了。我有。我在那，就边上。在边上，看到没有？你剪刀可以。没。往里一捅就出来了，这回家整。单独放一下啊，单独放一下，回家整。这个不好，卡在那个边边上了，兄弟们啊！哎，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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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缺氧了啊，兄弟们啊！看活了，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？哎呦，这玩意儿它缺氧的话，它反应过来的话就给力哈！哎呦我去！我靠！呦，这是干啥？这什么动作？回光返照吗？回光返照了！哎呦！啊！好好，先放一边，放一边。这个规则还是，看，反应过来了吧？看到没有？反应过来了，兄弟们啊！你没干到？哎呦我去！我靠！对，马上就反应过来了啊！他在做瑜伽呀！哎呀，他挺会啊，哈，还在练瑜伽。哟，爬起来了，动了，兄弟们，动了啊！哎呦我去，好，那里有一个，兄弟们啊，赶紧收这个，收这个。晕船呢？真搞笑是吧？嘿，反应过来了。好，怎么样？又来一个。对，又来一个。哟，这个得有四斤，这个估计有个三斤多哈，估计有三斤多这个，三斤多应该有，兄弟们啊，三斤多。
前面啊，等会儿给他取出去啊，来这个，这个，后面这个啊，在弄什么，在收浮球钩啊，我们在收浮球钩，哟，对，这个要给他取个针，兄弟们啊，把针给他取出来，这个在喉咙上卡着，看到没有，你注意点啊，别咬到手。先把钳子放床里啊，船里面是吧，没事，这上面不会掉的啊，以前我收排钩的时候上面经常放工具啊，卡夹住它，把这个大伙把它的这个针给它取掉啊，针给它取掉，又给吐血了，吐血了，看到没有啊，吐血了，哎，再磨一下，磨一下啊，嗯，我看这里给它磨一下啊，里面呢，先把皮给它磨破，磨破的话给它顶出来啊，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，露个筋儿，不会死掉，取针的话针取出来就不会死，我靠，出来了，有没有看到，兄弟们看到没啊，横针啊，看到没有，对，猪肝稍微晒一下啊，晒一下晾一下，知道吧，大伙这个有没有要的，有没有哪位大哥要这个啊，咱们看这个鱼啊，看到没有啊，很老，看到没有，我靠，还可以，这个鱼啊，看到没有，兄弟们还可以啊，嗯，还可以，兄弟们做手术先打麻药，这不用麻药啊，用什么麻药，我去，这有没有三斤呢，看一下有没有三斤啊，有没有三斤，看一下兄弟们啊，有没有三斤啊，好，来啊，哇，2斤9两，2斤9两，兄弟们啊，2斤9两，差一点点三斤啊，2斤9两，28160啊，72，89，72，342，